中秋节。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。中国人有赏月和吃月饼的习俗，人们把圆月看作团圆美满的象征，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。按照传统习惯，中国人在赏月时还要摆出瓜果和月饼等食品，一边赏月一边品尝。因为月饼是圆的，象征着团圆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团圆饼。中国月饼的品种很多，月饼馅儿有甜的、咸的、荤的、素的。月饼上面还印有各种花纹和字样，又好看又好吃。中秋节的晚上，全家人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，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团聚的欢乐。这时远离家乡的人也会仰望明月，思念故乡和亲人。